前场先发一个三振都没有，陈伟霆这场比赛要一次讨回来。酿酒人第一棒 Santana 马上遭殃，三球被 K 掉。接下来一三垒有人危机，陈伟霆还是用三振化解。Check swing, and he wins. And Chen gets the strikeout.陈伟霆各种球路都到位，尤其滑球更是犀利，管你哪位 ，Hill 挥棒落空 ，What can I say？ 投手打击更是没机会。Swings and misses。陈伟霆状况好的没话讲，酿酒人谁上来都无法挡，直球精准往内角闯，滑球进垒，主审也欣赏。That's six strikeouts now for Chen。陈伟霆的滑球越投越顺，五局上半更是经典。他单局只用十球，全部好球，演出 KKK 连三 K 的精彩戏码。陈伟霆狂 K 酿酒人打线，马林鱼火力也终于有表现。五局下 ，Bauer 把球轰到看不见。Right field deep, Santana back, gone, two run shot。包括这一发两分炮，马林鱼攻下三分大局，陈伟霆无后顾之忧，三振秀继续下去没有停。There's a 1-2, swing and a miss with a fastball, Wei-Yin Chen. My goodness, it's still the sixth inning. He's got 11 strikeouts. 一到七局，陈伟霆局局有三振，他用98球主投 6.1 局，飙出平生涯单场最多的12次三振，只失两分，演出优质先发。他拿下在马林鱼主场的第一胜，也是今年的第三胜和三连胜。中场马林鱼3-2击败酿酒人。民视新闻陈建军、王太奇综合报道。